这一趟旅游能平安回到台湾，真的是谢天谢地啊！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成。今天影片来跟各位分享，在我们日本旅游回来之后有哪些心得可以跟各位分享，又或者是在影片当中有几点是大家出发前往日本之前该知道的几个要点。其实在我们这一趟从关西机场回到台湾是非常胆战心惊的。之前影片有跟各位提到说，在我们要回来的那一天呢，刚好遇到一个台风，关西机场飞高雄的航班是被取消的。那我们就想说，至少可以从关西搭到桃园，再坐高铁回来高雄。相对的时间当然是耗费比较多，但是也别无选择了啦。在我们第一天出发的时候呢，刚好航空公司的逃生门座位还没有贩售出去，柜台人员就问我们说，哦，刚好他们还有几个空位，要不要做逃生门？基本上如果要直接购买逃生门的话呢，是还要在机票加上几百块的差额才能有机会做到逃生门。那我们就想说，哦，既然是第一次，然后又是免费升级，于是就答应了。那要坐在逃生门这个座位还是有一点点的规定，就是你必须年满18岁以上，要会一点英文日文，必须可以打理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因为逃生门这个座位主要是如果真的在飞机上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协助这些机组人员。那在我们坐上逃生门呢，完全看不到外面的风景。我个人坐飞机最主要就是看起飞降落，还有在天上的那一种飞翔的感觉，难得一趟的出国竟然看不到外面美丽的风景。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奉劝各位，如果在你们出国之前呢，一定要保个平安险、不便险。简单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旅游不便险，主要是可以补贴你如果真的在旅游当中突发什么状况的话，保险公司呢他们是有理赔，但是不是太多。那因为呢我们刚好这一次遇到飞机航班取消，想当然了一定会超出你的预算，可能你要在饭店多待几天啊，还有你的吃饭等等之类的开销。等一下影片也会跟各位分享，如果真的发生飞机取消或者是什么意外的话，保险公司的部分该如何申请。那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旅游是哪一根筋不对，就想说来保个旅游不便险，结果真的派上用场了。在我们旅游当中收到飞机航班取消，真的是后半段的行程是完全笑不出来也玩不下去，当下是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飞机航班是在隔天就要回来，真的时间非常急迫。也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在这段急迫的时间发生哪些事情，又处理了哪些事情。当时想说，既然关西无法飞高雄，至少还能飞桃园吧。当下我们就赶快上网去找还有哪些机票，所剩的机位真的是非常少，只剩下三位。在电车上就已经开始处理订票，也是非常麻烦，因为需要你的护照号码以及你的信用卡卡号，而且加上我那时候是使用日本的 SIM 卡刷机票的话，手机又要收到 OTP， 信用卡公司又是绑定台湾的门号，到底该怎么才能收到这个 OTP 的密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处理到这件事情，所以真的是非常紧张。于是我们就赶快回到饭店，才能好好专心的处理机票的事情。首先就是刚刚所说的，因为我已经换上日本的 SIM 卡，究竟如何收到我的信用卡 OTP 密码，这是非常非常的麻烦，也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当时帅弟是透过饭店的 WiFi 连到他的客服 APP 联络他说，要开启国际漫游。那在帅弟开启他的国际漫游可以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拨打到我的台哥大。你好，可以帮我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服务的地方吗？喂，你好，因为我现在人在日本，我想要开那个漫游接简讯。漫游接简讯？对，因为我现在需要线上刷卡，然后他要搜那个 OTP 密码，我没有办法。对对对对对。了解了解，您的电话我是男生的部分，我先跟您报告一下，因为开这两个服务啊，您需要帮我留意，就是说那个行动数据跟数据漫游，请不要开 哦。不要开漫游，不要开。行动数据跟数据漫游，因为开了之后可能会连接到当地的网络，那就会产生到我的漫游费用。OK。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留意。当您打开之后，大概15分钟，系统就会回血完成了，然后您就可以收到简讯了。大家切记，国际漫游在国外千万不要开启，因为少说都是几十块、几百块，甚至如果时间长的话是几万块起跳的。在我的电信公司开启国际漫游这段期间呢，我们是非常的惊慌，毕竟机票剩下三位，如果再不快一点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要在日本多待几天。于是在这15分钟过后呢，我们又重复了一次上到航
空公司订票输入护照号码、名字啊、信用卡号等等之类的，就这样如期的订到票。然后在这之前，毕竟我们没有遇过飞机停飞或者是延误的状况，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说，如果真的机票没有办法订成功的话，当下要马上出发去关西机场一趟。那我们又想说，这个时间点八点半，可能航空公司都已经下班了。于是呢，帅弟就很努力的上网爬文，找到了这一张停飞的证明。也是因为这张证明，所以让我们省去跑机场的这个环节。票都订好之后呢，就是我们隔天要搭飞机关西飞往桃园。那这个过程呢，真的是非常胆战心惊啊！当时的台风是从南部登陆，但是呢，北部多少还是有点影响。我们飞机飞到台湾的时候，真的是差点天人永隔，可能看不到我了。可以感受到，明明就是已经要下降，但是又突然的往上飞，因为台风天的云层真的是非常厚，又或者是飞下去的时候呢，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如何，所以他们也不敢就这样冒险的直接飞下去。天空上盘旋了好几圈之后，突然的飞机抖动的幅度非常大，当时是迫降，直接垂直的这样下降，穿过云层，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座位上的人都已经摇来摇去，甚至是离开座位。也可能是要迫降，所以呢，广播就说了一段，因为要经过一段乱流，机组人员也必须要在座位上，没有办法起来照顾各位的安全。听到这一段广播就莫名的更害怕了。那我们经过这一段云层之后呢，终于看到台湾的夜景。非常感谢当时的飞行员，因为他要冒着一个重大的责任感，就这样迫降，非常之可怕。再来就是刚刚有跟各位提到的，如果飞机停飞怎么办？当然也不是每一间保险公司的所需资料都一样。那我来讲讲我这一次申请的步骤吧。首先要准备你的行程明细、飞机取消证明、回到台湾的机票证明、户头的账号。我申请的天数大概是五天前就下来了，只有领到3000。其实在这之前呢，我还有一个非常纳闷的问题，就是这个不便携的内容里面写到说4个小时是3000，8个小时是6000。我就想说，哦，因为我们是航班被取消，所以基本上应该会有领到6000块。查明之后呢，是分成出发的时间还有回来，就是各一次，就是3000、3000这样，并不是我当初所想的4个小时3000、8个小时6000，不无小补吧，只是补的非常小洞。所以奉劝各位，如果在你出发之前一定要保个旅游平安险，再外加一个旅游不便险，这样是会比较有保障。毕竟是保险公司，一定会跟你玩文字游戏，所以各位还是要看清楚再选择你需求的保险下去保。如果你的旅游天数没有超过7天的，千万不要说要自由行。这一次其实我跟帅弟考虑的点很多，如果要跟团的话，去的景点比较少，可能7点起床、8点吃早餐、9点准时出发等等之类的，基本上跟旅行团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就想说排了很多景点、很多行程，我们这样自由行的时间比较容易自己拿捏。但是呢，在这一趟的自由行下来，真的是超累、超辛苦。虽然我们这一次是住在通天阁，非常近，走路转个弯就到，只是如果要去京都啊，或者是其他景点的话，还是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去查电车的时刻表啊，或者是电车的路线等等的。这边要跟各位一提，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自由行的话，必须避开他们的上下班的尖峰时段，真的超可怕。当时呢，我眼睁睁的看到有一个女生，她是助跑式的往电车里面挤，她的手还撑在门的那个缝缝，因为撑到在发抖的那一段，真的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日本会有那么多的痴汉。当时我们是下班尖峰时段，也不知道是你的身体跟别人的身体是有挤压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再来以下7点呢，就是要跟各位提到关于日本的文化。第一个就是无论你是自由行或者是跟团，有发到这种交通卡的话呢，只能刷1秒，如果没办法过的话，就要去找站务人员表示你里面卡片的余额不足，不像我们台湾就是一直刷刷刷刷刷到站务人员来，你在怕呀，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机器的错。大家知道在日本的贩卖机有很多，可能你走个30步50步就看到一台贩卖机。那因为日本人呢，他们都是比较晚下班，离超商 7, Lawson 全家是有一段距离，都可以简单投个贩卖机来喝。有机会去到日本的话，可以仔细去看，在他们的每一台贩卖机上面都有一个地
址。那这个地址究竟是要做什么的？非常贴心，如果在你当时发生车祸啊，或者是有火灾的话，可能你不知道当时的路段是在哪里，就可以跑到附近的贩卖机看上面的地址，真的是非常贴心。噔噔，再来。就是在日本的数字笔法，进到一间餐厅啊，或者是你要进去观光景点的话，他们会问你说你有几个人。哦，南美萨马的秀嘎，在台湾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日本，你千万不要这么比。在一到五的笔法是一样，但是在六以上呢，笔法就不一样了。六、七、八、九、十。如果你们刚好有七位，你比这样的话是会吓死日本人，因为这是举枪的意思。再来就是前盘的部分，这在日本呢，走到哪里一定都看得到。在我们台湾习惯是把钱直接拿给店员，但是在日本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掏出钱呢，就要放在前盘，然后再推给那个服务人员。这在日本是一个礼貌的做法，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日本，千万不要把钱直接拿给店员，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直接接触到钱的话，也是有点不太礼貌。下次去日本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前盘的作用到底是如何，又该怎么使用了吧。再来倒数第三个，就是日本的硬币跟纸钞，在任何地方呢，相同的不能超过20枚，他们是有权利跟你说他不收的。虽然日本人很和善，对我们不会这么做，但是也是基于礼貌上啊。对，倒数第二个，可能你们去到日本的公共厕所或者是女生厕所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音机的按钮，哦，都医美，其实它是要掩盖女生上厕所的尴尬声音，所以在你上的过程呢，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它就有一个流水声可以盖过你的声音。那你们想说，如果当时我要绕塞，冰冰变变噼里啪啦，冰冰变变噼里啪啦，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可以按按看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饭店可能会提供浴衣啊，又或者是你们到其他景点呢，会去体验和服。那这个穿法呢是非常非常的讲究，你穿错的话会很尴尬。假设这是一件和服，我们就穿上去。在日本，他们比较讲究的就是你的领口的部分，左上右下，右手先进去，左边在上面。这个穿法呢，是活人也是正常人的和服穿法。如果你的左边领口是在里面的话呢，这是死人的穿法。这样的穿法是错的，穿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在景点穿和服的话，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穿得非常漂亮。好，那今天影片跟各位分享在日本的几个文化，以及我们这一趟去自由行的新的想法，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在下面帮我按喜欢。如果你想要看到其他更多影片的话，麻烦在下面帮我按订阅并追踪我频道，我会不定时发布新的影片跟各位分享。也欢迎帮我转发分享给你准备要出发前往日本的朋友吧。我是世成 ，See you， 拜。